过一次就是我们用到他一次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刚刚都没用到啊，我们要拿东西在这边啊。对啊。嗯，为我们指路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好好奇。不过我们只能存那个螺丝。嗯。螺栓。我们要升级车厢才能再加东西啊。对啊。嗯。还是要不要升级一下水箱什么的啊？水箱吗？因为后面不是会有一段是沙漠区域，嗯，水会比较少。它可以进去吗？嗯、可以进去吗？什么东西？这只机器人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的推机器人可以试看看，那就升级一个水箱咯。嗯，好。哎，推不进，推，哎，它不见了，它被我们推不见了，被吃掉了，它被吃掉了。完。QQ， 好、哦，挖矿，有人说幽灵车厢也可以升级，变成前后两个也可以穿越，这么神哦！哇哦，40秒内不造任何铁轨，屁嘞！赶快造，这个、怎么可能？造啊！只能在前期赶快造，后期不要造，这样吗？对，那就是，那很难诶。对啊，这个蛮难的，就一开始要先囤积很多铁轨。嗯，对啊，这个有点不容易。我看到右下角是钥匙啊。嗯，他在右下角。我这边先挖一些矿出来，然后给就是可以铺啊，之后我们再过去挖吧。嗯，好，我要过去挖了，应该 OK。哎、欸，我先挖下去。怎么拿到这个？来牛牛，拜。可以炸牛吗？炸牛，可以耶。九秒，20秒，应该可以哦。这次我们先不放资源进去，应该可以。我弄一堆了，我弄一堆了。嗯嗯嗯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那个去铺路，35、36、37、38、394，哎，过了。那个云韵，你要过来这边。好，我电话。要砍树。好，我电话，我过去。嗯，你过去吧。好，我来了。哦，还好幽灵车厢。对。啊、哦！啊！我的斧头，还在我手上。嗯。哦。不啊 ，sorry。啊，卡住了。幽灵车厢，哎、欸。有拿到了。拿到。好，没错啊。可以走幽灵，可以走幽灵。冲水，好了，放这。工具直接放旁边。啊，我的斧头，哦，斧头在哪？应该够吧？我应该，对，应该是够。我去运一些石头上来。塞一塞吧，石头塞一塞。对。嘟嘟嘟嘟。哇！你先出来，哎、欸，哦，好，哦，接力耶！啊，我没按到。哎呀！噗噗。不！放吧！啊！被卡住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可能四个哇，缺哎、欸，刚好可以，刚好换车头，那就换车头吧。嗯。不！耶、yeah, ！我们要是哎、欸，车头翻过去，啊，撞掉。啊！哦，这也可以撞掉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哎、欸，不要撞！考验走位，考验走位，考验走位，打篮球的，没数，可恶！等呱呱过来，我们把呱呱推进去。好，麻烦你了，在喝水。啊，等下为什么撞你会有猫咪的声音啊？哦，有了。冰 ，Go， 来，我去挖矿，20个物品堆在一起。啊、哦，就是矿物那些吧，叠高，就叠高就对了，叠高就行了。可是我们铁轨有那么多吗？没关系，可以再造，可以再造。木头那些应该也行吧？对啊，我觉得木头那些是不是也可以啊？我到沙漠去了。嗯，好。
个木头，我这样我要叠。怎么这音乐有点金鹿谷的感觉？有一点。蹲蹲。哎、欸，那个谁叠一下，我去送。是没事没事。好，好，我来叠，我来叠，我来叠。那仙人掌这个就拿来叠哦。嗯。好。哦，还要他那个刚开始叠的不算啦，要自己慢慢叠。那没关系啊，我这个石头叠一点应该差不多。要重新叠了才有。有啦有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十五，十五，再一个。哎、欸，那个水桶去拿，水桶、啊、水桶消失了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消失了。消失了，有了。差一点差一点。那个木头的应该再叠两个。嗯，有了。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那个下面影月右下角木头超级需要你去砍，全部都是你的。我来，是你的主场。我来，小木斧来了。我拿炸药过去。我放进去一点再炸，我再进去一点再炸。好，等你。好，这样这样。好。哎呦！我被炸到啊！不会，我死了。哎，你被炸到了！哇，你空降哎、欸！什么鬼？哎、欸欸，我被吊着下来、欸。对啊，我的木斧，我的木斧，还我木斧。好，还你，还你，你自己拿，自己拿。水，我帮你们倒一下。Sorry， 这里是没有地方可以。哦，老有看到捞水的地方了。哎、欸。哎有了，有了，拿到钥匙了。好。我拿到炸药，看缺什么材料去炸吧，木头应该不缺。哦，谢谢你，我刚刚就是在想要拿这个。下面很多木头可以捡。嗯，等我一下哈，我把这里挖成两条路况，我再把木头带回去。嗯，现在比较缺的是木头还是矿啊？矿，矿比较缺吗？好，那我就疯狂挖了。嗯。水在哪里啊？水在右边。哪里？哪里捞？左下角。好，差一点点的距离。好，哇，我们的铁轨。等一下，我的木头，我的木头快被地图吃掉了，不行，不能让地图吃掉。啊！我的木头。夜空中最亮的车，我们现在三个、欸我们要不要升级幽灵啊？有人说升级啊，之后就可以穿啊，结果就被他骗了这样子，就升级不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呦会骗，哎呦不错哦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升啊？你觉得我们铁轨有办法再让他那个吗？再升一个吗？更快？箱子更大可以吗？不行，对吧？箱子不能更大了，铁轨可以吗？可以，哦，可以哦，白色的，这样啊，哇，变成这样了，就存哦，对啊，叮叮，不知道会不会让它变更重一点，然后走更慢，嗯，我的东西还在，我的东西还在，让你的火车燃烧十秒，好，好哦，好好的，好简单哦，就放着不管吗？哎、欸，这边基本上都是要用那个木头的，就是木头铺路。12秒就车爆掉这样子，就很尴尬。这边需要陨月先砍一下会比较宽。我来砍了，我来砍了。嗯。我砍个。嗯。还记得说什么？他那个铁轨制造速度太快了，一下就制造出来了吗？对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之后如果要那个我持续制作，不就很尴尬了？真的。哦，我看到钥匙了。他的意思不是钥匙，扫一下就好了、欸。我看到那个螺栓了。那我给他烧了。嗯。好，骆驼要不要先炸掉？好，炸爆他。不然我觉得他很麻烦。对。因为上面要交给你了。好，我上去。我先把这几棵树砍掉。嗯。OK， 我上去。炸骆驼，炸弹好了，去炸骆驼，炸死他。炸骆驼，好，有了，拿到了。炸骆驼，炸骆驼，炸骆驼。
骆驼我来了！拍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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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！你怎么还不帅哦？骆驼肉，骆驼，我可以把骆驼丢到水里吗？不行，我试过了。啊，好难过、哦，对不对？难过、哦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烧起来了？哎、欸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，慢慢等。好，让它再来。我没有烧起来是会怎么样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会爆失控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烧灭火了，可以灭火了，可以灭火了。没有石头，没有石头。有下面很多，下面右下角很多。上面好像也有一些，我放一下。我去，这扫描速度真的很快、欸。我去，哎、欸，它踩掉一下就没了、欸，哎，超夸张的。噔噔噔噔，骆驼在那边偷挡。等下火烧不逼了，逼逼了。哎、欸，是说要变透明之后，我们哪知道水箱的那个到底什么时候加水啊？对，还是它都变半透明了，跨博？没有，我刚刚真的就是在等它。哎、欸，前面要先铺水吗？哎、欸，那个前面是断掉还是怎样？木头吗？你是说木头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嗯、接喽，接。好。哦，有了，还是稍微看得出来啦，它的颜色稍稍微微看得出来，稍稍微微、哦、一点点。嗯，稍稍微，相信聪明的你。要再来一个车厢吗？还是什么？车厢。这样就我们就可以，如果这个插在中间的话，然后再升级它的话，对，就完完全全就是都透明的，好爽。要来，要这样吗？欸、我们插上去的车厢可以换位置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这样换不行啊。我在想，这样子升的话会发生什么事、啊？它还能再升吗？不行吧？不能吧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我们车头也可以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就剩下后面那一节而已。好，那就这样啦。我们这个车子好特别啊！幽灵车，幽灵车。哇，你错了。想要水？你想要这？你想玩一下这个吗？动物吗？可以放啊。好啊，放动物啊。搞不好你一下就 peace。那这要放哪里？最后面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还是要哦，没事，我想说什么，还没放就透明，要放哪呢？最后面吧，就放最后面啦。然后顺便帮他直接升个级。好，好。哦，小屋，好、哦，小屋子，小屋能干嘛？不知道，还是这个是要在车这个车厢旁边才算的、啊？可能吧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幽灵火车，对啊，我们已经变幽灵火车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刚被挤出去了？有人在撞，有人在撞。啊，被挤出去了，被挤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速度越来越快嘞、欸。对，速度刚208变213。对。嗯。是还有人在外面，是不是啊？进去。哎，不要撞，不要撞，撞，冷静，冷静。好了。欸、有人从昨天上下来。为什么？你送坐天上、欸，只有一个玩家可以拿斧头，云月就都给你拿了。好，我的斧头。那我就不能拿别的东西了、欸。乖乖要喝，避免说你们又拿到斧头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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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只敲，你就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。对，放在我拿不到的地方，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。嗯。欸、好了好了，前面一堆骆驼。对，炸他。炸炸是我们不是有那个吗？增加的，我放在骆驼放你旁边看看。好、啊，有用吗？可以多拿一个东西吗？我怎么没有感觉、啊？他说力量哎、欸，力量我们原本是拿三个嘛。我还是要放在它上面啊。还是把骆驼放在、那個？对啊，把骆驼放上去看看，把骆驼放上去看看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放进去吗？放不进。哎呦！有了有了有了好可爱哦、喔！可以多拿一个吗？可以多拿一个吗？可以啊，因为这是三阶的啊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哎呀，把它断掉了。哎、欸，它跑走了。啊，所以还是会断掉。